这边，好，这边，这边，好，来左边，好，左边，这边的，中间下面，好，这里，三位我这边。右边再一次哦，好，上面再一次哦，好，来再找回左边，来中间，来中间这里，中间中间，好，观测，好，这里有对线，好，来跟着哦，好，三排三排，三排，来个苹果光吗？好，可以，谢谢，来这边，好，来这里。中间中间，好，来下面这里，好，来这边，可以吗大哥？有谁会帮我们的好吗？这个动作放到水放到时，中间，开水开水，左边，九线，来一下左边，谢谢。能不能帮我拿一下？哦好 ，Thank you， 谢谢，你这样可以拿走吗？可以真的、哦、这是我的联名款耶，还是要打一下广告，不行，不能打，你要上了吗？打 OK 了，好，观测，好，我的题，好，然后我要一杯酸梅汤，对，好，谢谢，请问一下，今天的走秀尺度蛮大的，之前会有紧张吗？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因为跟我之前在东京的那个尺度差不多，所以还好。我们都是愿意为艺术奉献的人。好像说这次好像其实比上次那一点点，好像有点像比基尼了，是不是？这次其实也不算是比基尼，也是算内衣，但是主要是强调，因为他们这次的风格是走一个上班族的风格，所以我是外面有搭一件那个西装外套，嗯。那上面要不要讲他走秀的心情？来，师妹先吧。我们其实也不算，我们就是开场表演而已，这样子。一个演出。对对对，还蛮开心的，很新鲜，第一次做这种演出，很开心。嗯，最后会想要尝试走秀，是真的去走秀这样。其实我们在那个私底下练习的时候，就是还没有人，我们在彩排的时候，我们就自己有假想我们走秀的样子。我们试走了三四次吧。对，我们还发明一些不同的风格。没有走路的步伐蛮奇特的。对对。那今天的话是你们说是内衣嘛？对，内衣的演出这样，就穿着内衣出场。那你们做什么样保护措施？应该要啊，一定是有啊，就是会贴胸贴啊，然后穿敷钉这样子，对，就是做好安全措施。可以问一下设计师，这次怎么会想要找林湘还有就是两位一起来，就是开场表演这样？您好，就是我们 Safe Zone 就是会表达一种新的女性的身体观，还有新时代的审美。然后我特别希望开场做这样子的氛围，是因为我们这次表达是办公室的女性，然后纱帘就是代表自己的房间，然后从房间到工作中会有一个女性好像一个秘密走出去的概念。那三位会是表现品牌的理念，就是新的审美观和女性职场的态度。最近工作很多哎，就是之前说好像睡得比较少，最近还好吗？最近还好，大家都觉得我的气色变得比较好，应该大家有这么觉得吧？嗯，对，有变胖一公斤，对，现在几公斤啊？现在42，非常非常瘦。对，那之前说好像睡比较少，现在睡眠的状况呢？就是有跟公司稍微调整一下，就是工作的那个时数，所以我最近呢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对。现在月休几？说好像曾经一个月几乎快没休息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因为很开心，上次跟公司争取就是中秋休连休三天，然后自从那时候稍微休息之后呢，就是充满的斗志，好好的努力工作。对，所以现在每周大概通告有多满？其实这个月也算是满满的，因为现在有接了一些新的可能常驻小天使啊，然后之后也有一些新的实境节目，对，所以变得也满满的，对。然后还有拉拉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我们快休赛季了，所以刚好就是衔接这个时间。嗯。
那最近跟那个好朋友还有联系吗？没什么联系了，对。所以现在的状态是？就是状态就是这个衣服非常好看，这个是我跟 Samsung 的联名款，对。然后这个衣服很特别哦，你们看一下，前面呢就是一个 logo， 然后后面是一个裁切，一个我的身体的一个状态。对，然后它是用，哎，是哪个部位？这个是背吗？哦，肩膀。啊，肩膀。这个是胸。侧胸跟背。然后跟他们这次的上班族女性。Kimmy 这边也有。嘴巴。这个是我的嘴巴。对。所以现在是工作有点太忙，忙到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私人的生活。不会啦，我还是会很常跟师妹一起，就是吃晚餐。嗯、像我们等一下就要一起去吃晚餐了。对，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跟朋友吃晚餐了。有啊，我跟朋友啊，我们就是他的朋友。对，女神还是大家的女神，还是大家的女神。对对对，谢谢谢谢，大家辛苦了。设计师跟你讲。